好多人是用嚟拍戏，譬如 Disney Plus 啊、Netflix， 即系团结一个大胆尝试啦。咁你又接受呢个想法？各位线上嘉宾、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出席由团结香港基金主办、有关数字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研究报告发布会。网上的观众看的有可能同你 live， 仲比起你 live 仲睇得好。仲 sharp 啲 ，right 系啦。面对科技发展的一日千里，我哋嘅文化嘅政策都可以积极去寻求突破。Are you virtually ready? XR, Extended Reality， 跨越時空、超越現實的形式跟各位見面，希望大家感覺耳目一新。多謝大家。我們 putting the money where our mouth is， 那就用了一個嶄新的方式去舉行一次有特色的發布會，希望以實質的行動告訴大家知道我們是深信文創產業和藝術科技的前景的。好， Good Tech， 謝謝。